Hello， 大家好，我是Wayne Wayne， 我是 Kenneth， 我是 Mylo， 我们是三剑客。今天我们又要来听我们这个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的表演了 ，OK， 这蛮过去才几天吧的 ，OK， 在一个舞台叫 The Baling Drama， 哇，我不懂是什么。The Baling Drama 是最冠军，比冠军中的冠军。OK， 冠军他就唱了一个 Melly， 这 Melly 有7分钟那么长。OK， 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听啊，大家。最近出来真的很拼命。 Dia tahu kekeringan gugur ke bumi gersang tiada penghuni tiada mentari awan kesuraman bagaikan waktu yang terhenti ku menyaksikan seraut wajah cinta yang kehampaan tiada lagi bermaya kini kehilangan sebuah harapan bagaikan cinta yang terkubur. Untuk lagu ini saya nak semua penonton boleh menari dengan saya dan ramai-ramai sebut lai-lai-lai boleh ke tidak? Lai-lai-lai boleh. Terpaling juara. Hey, siapa? Bisa tak cinta lupa kuasa? terpunyaya istana kaca, terkesima kata mulia, seribu putusan mahkota hiasan, memikis berita damaikan dua kota. Bertemu di malam pesona, bersatu di dalam cahaya semila permata kasihnya di puncak hingga sana. Bisakah janji tahu kuasa, terpukau hatinya demi sakti dunia, laksana terkalau tiada di dirham, segala kenyata hanya sekelip mata. Terpedaya istana kaca, terkesima kata mulia, seribu putusan mahkota hiasan, membingkis berita, damaikan dua kota. Agungnya, suara, sucinya sang cinta, bertemu di dalam pesona, bersatu di dalam cahaya semila bermana kasihnya di puncak singgasana.我觉得最后一首歌是最难唱的，虽然它是快歌，可是真的是最难唱的。还要一直这样频繁的一直在换气，然后你没有感觉它在换气，它就一直在唱，一直在唱。 这就是天后的实力。后面那首歌真的很难唱，很难唱，因为那种马来调的那种半音半音那种韵律啊，你要转，然后它又是快歌，然后它要顾跳舞，又很高音，就一直真的没有停啊，一直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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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脸带微笑的，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唱那首歌，而且不大听得到他换气声，我觉得这是他功底很厉害的，因为通常你又要动来动去的，你应该多多少少都听到一点的，可是真的是没有。 哦，你看他整个的那个公家一边唱一边跳的时候，那个感觉是，Siti Nurhaliza 是我们国家 legend 一级国宝级一级的女歌手 legend 啊，真的是一级最上面的一个女歌手，到就是 living legend 啊 ，OK， 不要说以前那些，在现代她真的是一姐的一个位置，虽然她都没有出太多歌了，新歌了，可是她的地位一直都在那里。我觉得是，我觉得因为她很小就出道嘛，16岁这样子就出道，我觉得她自己建立的那一个。 他的成绩啊，非常的雄厚，所以其实现在他也没有说非常的老，对，可我很喜欢他的声音的那个厚，很厚，尤其是可能现在有一定的年纪了，他的声音很沉很成熟，熟女啊，已经很成熟了，然后那个声音很雄厚，然后一直这样子哇，你听起来奇怪，我真的算了 ，OK， 是，然后又很甜美，可是又很成熟，又不懂就听她唱歌，不懂为什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都有这种感觉。对，听她唱歌其实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就感觉她好像在飙，可是又不像在飙那些高音，好像唱得很轻松，对。我觉得反正看 legend 表演呢，就 enjoy 就对了吧，就像现场的大家的那些观众多 enjoy 啊。可是有一些我就讲，哎，因为现在哦的时代，大家都拿手机、一直拍，我觉得在现场应该就不要拍了嘛。哎呀，对吗？应该去 enjoy 音乐。如果你有机会看到马拉凯，你想拍吗？我这么靠近。其实我有拍，我以前那演唱会拍完下我就不拍，因为我在想，我的只有几分钟吗？我的手机哦，怎么拍都不会清过之后官方出的版本啊，这样子我就没有啦。你拍了可以自己留，你一定会忍不住要拍，但是这个现代人啦，没有办法的啦。尤其是 Siti Nurhaliza 这样子啊，你看一次就少一次的感觉，看他其实最近很活跃啦 ，OK， 各的什么颁奖典礼节目全部都找他上，而且我们都有看过很多马来西亚的这种节目现场表演哦，我们都知道是不朽音的，所以刚才是多么的厉害，多么我可以讲完美了，差不多已经有一些小问题，可是我觉得这就是 live 啦，没关系 ，legend OK， 那么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看这样子，如果你还有更多 Siti Nurhaliza 的表演想要让我们看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的。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出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了。另外呢，在 B 站也要1键3连给我们充电。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有能力的话也要支持我们的 Patreon 和爱发电。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